色的啊款式，好吗？Is it safe to say, baby, it's safe to say that I officially can't nobody do it like ain't nobody, nobody said every little thing, baby, yeah, hey, those things on my mind, and I officially, well, I thought I could just get away, baby, but it seems it's something I just can't do. When you were lonely, to everything you told me, I just can't find a way to let go of you. ML0306， 嗯 ，KB 明天哈，嫌你厉害了。发的哪家快递？发的是申通的普快啊，发的是申通的普快。稍微等啊，我给大家展示一小会儿这个，然后呢？就给大家换，再换回那个，九号的黑色款啊。有喜欢黑色的啊，要稍微等我，好吗？几天能到啊？只要你的地区不是偏远的地区啊，三天左右吧啊，三天前。或者是三天啊，这种前后吧，偏远的地区可能要4到5天啊，5天左右这样子。要怎么备注啊？什么要怎么备注啊？你说快递要怎么备注，还是这种腿上的需要怎么备注，还是颜色怎么备注，还是保密需要怎么备注？你问我的是哪个？宝宝啊，是哪个问题呢，宝宝？请问你是问的哪个问题啊？怎么备注的问题，好吗？把你想要问的啊，腿上的，腿上的需要满5双啊，需要满 5双啊，满5双才可以，才可以有这种的啊，腿上这种同样的。款式啊，颜色呢需要你跟我讲就可以了，或者是你买5双只需要备注那5双颜色的啊颜色就可以了，备注一下5双那个颜色，然后其他试穿的哪个颜色，比如腿上这种的颜色就告诉我就可以了啊，告诉我就可以了，就这个意思。买5双怎么备注，你瞅瞅，买5双怎么备注，就是你下单啊，买5双以后呢，付款的时候上面有一个备注栏啊，一个备注栏，5双的颜色，你给他说啊，1双黑或者2双黑，2双肤，1双灰，假如颜色全了是不是？然后再打个一，就是啊就行了。付完款以后你再告诉我，我买了5双了，我想需要你试穿1号链接哪个颜色，跟我讲就行了，清楚了吗？备注 YW 吗？不用备注 YW 啊，不用备注 YW， 备注那么多干嘛啊？你备注颜色就行了啊，备注5双颜色，然后其中的那个试穿款的颜色，你跟直播间跟我讲就行了，跟我讲好吗？哎呀，成笨了你们，成笨了，笨的要死。
次看你穿白色，爱了，把你寄过来。这是白色呢，你可能眼睛有点不太好死魂了。这是白色呀，这是肤色。要白色。啊，成气人了。黑的要稍一等啊，换个黑色呢，稍一等好不好？我十一点半的时候给大家换个黑色啊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。我这边只要你下单买五双，我这边会看到你下了单啊，只要我看到了，我就会给你试穿，就这么意思。跟你讲，你不给找谁呀？下单买五双啊，颜色备完数后面打个一，是不是？然后再你，如果你再想要说的话，就说我需要啊，直播间是不是？小姐姐试穿的或者主播试穿的，腿上的一双，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就 OK 了啊，简单明了，谁都能看得懂啊。因为我们像你似的啊，那么笨，他找谁？找我呗，能找谁？